我係加拿大愛信中學的學生，我叫江海彤。呢個就是我所設計的產品。呢個產品是給一些夜晚要去踩單車的人使用。這個是一個提示燈。當我哋夜晚去轉彎的時候，我哋需要舉手示意後面的使用者話俾佢哋聽，我哋要轉彎。但是當夜晚的時候，就看得不清楚我哋究竟是要轉邊邊。如果我哋用了呢個產品的時候，我哋要轉彎，佢就會自動著燈。當我哋轉彎的時候，擺翻隻手喺單車杆的時候，佢就會熄咗盞燈，咁就可以清楚咁俾後面的使用者知道，佢係需要轉邊邊方向嘅。喺我設計呢個產品的時候，我都有諗住好多唔同嘅方法，去點樣令到呢個提示燈更加清晰俾後面人知道。而且我仲諗緊點樣可以將呢個變得自動化。可以令到它自動著燈、自動熄燈，而不需要按任何掣去影響它使用單車的時候的安全性。而且我就用了這個 micro beep 去令到它整個系統變得 更自動，因為當我們輸入了程式去裡面的時候，我們只要將手放回單車杆的時候，它就會自動熄了這個提示燈，它更方便地令到這個單車使用者使用。我是來自加茂禮信的陳大軍。今時今日人大家行山也都一定會帶手機，就可以看地圖和指南針。但是在很多時候手機去到偏遠的地方未必一定收到信號。另外假如你在玩這些野外定向的時候，分秒必爭的時候，你又要一路攀山越嶺，一路拿手機出來看地圖，對下東南西北，其實行動就會有些不便。因此我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產品，就叫做指南牌。它就是透過 micro bit 上面的陀螺儀和指南針，再透過一條 LED 燈帶，micro bit 就會將一個你在目前所在的方位東南西北這樣就會顯示在這條 LED 燈帶上面，令到你在無論怎樣行的時候，那個 LED 燈帶上面的那盞燈都會向著北面發光。咁呢個就係一個模擬嘅效果啦。咁呢個產品就可以幫到中意登山或者玩野外定向嘅朋友。咁佢哋需要對東南西北嗰陣咧，咁就唔使咁刻意走去攞一個指南針或者攞個手機出嚟，又唔會妨礙到佢哋活動。今天想介紹的產品就是發光衝鋒衣。這件衝鋒衣上面有不同的燈帶，它可以隨著音樂的節奏而轉換的。那我們也可以按照不同的音樂而轉換它們的發光的效率。